TY Lighting 只此一家，绝无分店。提防假冒，欢迎 WhatsApp 92053831。大家好，前几日咧，我哋公司收到一个旧客人 WhatsApp 求救，话佢屋企有一把美国嘅 XL fan， 中间个灯咧就唔着啦。试完咧，原来大约五年前咧，呢个客人咧就同我哋买咗呢一把 XL fan， 当时咧仲系第一代嘅产品。因为近期要搬屋大装修，装修师傅就说可以帮他将这个风扇搬到新屋那里。点知去到新屋安装之后，风扇的灯就不着了。客人怀疑装修师傅重新安装个风扇的时候，有些地方出错了，令到入面的电线扯断，使到风扇的 LED 灯是无法开启的。客人得知我们是 XL Fan 全香港六间指定分销商的唯一一间是机电处注册电力承办商，可以直接承接风扇的安装、检查和维修，不需要外判其他公司，绝对是信心保证，只此一家。所以就 WhatsApp 我们查询有没有办法维修它这个风扇。一般而言，如果产品不是经我们公司购买，我们的上门检查费是750元，还未计之后的零件和人工收费的。但是由于今次是旧客人，我哋嘅上门检查费只系收客人450元，但系咧风扇咧系人为损坏，所以咧我哋未能够100%咧确保可以维修好呢个风扇，所以咧另外嘅450元零件同埋人工费咧就会喺成功维修之后咧先至再收取嘅。如果发现咧最后系唔能够维修嘅话咧，就只会收取客人450元嘅检查费。咁当然啦，今次 Tommy 师傅梗系成功维修好呢一把风扇啦。所以整个维修服务收费就是900元啦。好啦，讲咗咁耐，我哋即刻去片睇下当时 Tommy 师傅维修嘅情况啦。香港仔中心啊，港泰国喺呢排旺港泰国喎，呢个星期嚟一两次。OK， 港泰国都好多我哋啲客嘅，香港仔中心都好多。XL fan 装修师傅呢条内嗰条线断咗，呢啲系依家有嘅 parts。XL fan。OK， 好，了解了状况。因为装个灯具的时候不识装，条灯的线呢就打了裂在入面翘。咁依家咧就捋翻直佢，转头开皮睇可唔可以救得翻先。勾到条线出嚟，咁就驳翻佢啦。试咗，啱啱灯试咗着嘅。好，整完，依家试机，睇得唔得先啊？灯开到。灯开到，试下个光暗的效果得唔得？好，光暗做得翻。啊，因为呢度30% 嚟嘅，呢个旧款遥控，开关做到，开翻佢，光翻。OK， 94%。熄咗个灯佢先，试风扇都唔喐，呢个试一速，听下有冇怪声啊？因为要开翻个灯。Full power， 是这样的了。这些我接很多的，装修师傅个个都说自己晓飞的嘛，啊，做落就舐嘢的了，舐完嘢就说你的结构有问题了，是啊，又说你太旧了，霉了，不是人家用紧不嬲都得的，是你整完就不得的。你会突然间霉的，不会霉的。OK， 在这个效能都幾好喎，即係咧呢把 XL fan 咧，要係裝喺個屋企入邊試先得，喺我哋鋪頭試咧，你係 feel 唔到風。係啊，太大啊，依度。係啊，嗰個太大。你喺鋪頭呢度試，即係呢度試到咧。冇風，因為四面八方咁樣。你睇下咧嗰啲，呢啲都有 feel 嘅。佢成個廳循環。OK 啦，幫你解決到就最好啦。最緊要解決到。好，運作正常，收貨。唔該曬。
我哋 TY Lighting 咧有超过十年嘅家用、商用灯饰、风扇灯嘅安装维修经验，市面上超过 90% 嘅风扇同埋灯饰咧，我哋都识得维修。如果屋企咧有风扇或者灯饰咧坏咗，咁就唔好犹豫啦，快啲 WhatsApp 92053831报价查询啦。